4896戏院酒店位于泰国最南端，与马来西亚接壤的国境之南丹诺，号称南泰国最豪华的酒店，由黄明志极力推荐。 丹诺是从马来西亚驾车到泰国的第一站，拥有马来西亚后花园或马来西亚后宫的美称。不单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后宫佳丽三千，晚上的时候灯红酒绿，夜夜笙歌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不同的酒吧、网红店、餐饮馆、著名的国际土产批发市场、各种华丽壮观的大型寺庙，以及游客们流连忘返的打卡景点。 4896戏院酒店位于丹诺最旺最热闹的Janglon15巷和17巷之间。从马来西亚海关过境之后，走路就到了，非常方便。酒店周边有各种不同国家的美食、街头小吃、海鲜。从酒店步行一分钟就有便利商店、按摩店和酒吧，应有尽有，非常便利。4896戏院酒店是以美式复古戏院为主题的酒店，一走进大厅便有时光倒流，回到50年前戏院的感觉。每一层楼也以不同国家的电影为主题，三楼是中国主题，四楼是台湾主题。 五楼是日本主题，六楼是马来西亚主题，七楼是泰国主题。这里的每个房间都非常舒适，厕所明亮整洁，用品都用了最高端的材料，采用的床全部都是高级名牌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除了普通房型以外，还有三间非常特别的 VIP 主题房型，有充满遐想的监狱主题、日本教室主题，以及东京电车痴汉主题的 VIP 房型。每一间房间都可以让您探索到不一样的秘密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住在这里一个晚上的房价只需1500泰铢，活动优惠的时候会更便宜。 让您可以以平民化的价格体验一次五星级的住宿与5星级的服务。想来泰国丹诺旅游或度蜜月的朋友，可以到 agoda、booking.com 等各大订房网站，又或者是直接到4896戏院酒店的官方网站上订房间。这里只有144间房间，供不应求，速度要快。